大脚沙天呢？这个怎么讲呢？下午我在玩那个《炼狱万神殿》的时候呢，被惊吓到哈，所以说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录完哦。好，首先是我先用这个代金券哈，买一个这个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个星石哦。好，那这是300星石而已哈。那我用的是这个代金券哦，因为我买卡还有一些这个点数哦。好，那买完了后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手厨哦，应该说是累厨啦哈。那我除一个齁，我没有除到一单啦齁，我先除一个这个半单哦。那现在我星矢还不要用齁，星矢的话呢我应该会拿来用在这个买月卡、哦、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了，所以可能就是买月卡，但是也不是现在买齁，因为呢这个猪猪的活动还没有出来哦，所以我们稍等一下齁，我们先选一下我要送什么东西哦。文物齁也不错，然后封印符，我现在有几个啊 ?354, 啊我先选择这个好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哦，现在还领不到。OK, 我们来领一下、哦。好，这是我的厨值齁、哦。好，那但是先不要画、哦、因为猪猪活动还没开始。好，那这个炼狱万神殿呢，哇这个玩这个模式齁、哦、我才发现说这个自己的实力齁、哦、远远不足啊，打得超级辛苦齁、哦。然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小东西哦。好，那 Google 跟这个 iOS 啊都是要去独立的这个应用程式这个地方齁、哦、它这个地方会弹出更新齁、哦、不是说直接进游戏更新齁、哦、这边大概更新300多 MB, 那你更新完之后呢你再进去游戏，然后齁、哦、你点这个图鉴，那我们随便点一个女生的角色哦。好，点击之后呢，我们譬如说我们点伊西斯哦。点击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右下方这边有个切换哦，它可以切换这个画风齁、哦、这个风格。啊，有些有些没有哦，这样子哦，应该是哦，这样子好像是女生才会有嘛，对不对哦，像这个女娲哦，这个不需要造型哦，这个样子这样子改过来，然后连例会都会改哦，所以说这个变得很日式哦。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哦，你刚听到了一些日文的配音，对不对？我们点左上方这个地方，这个也是要去更新才会有，然后点游戏功能哦，这个地方哦有语音哦，这边可以切换成英文。啊，有没有听到？然后呢，我们来随便挑几个角色，譬如说光光好了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想知道说这个声优啊，他是谁配音的话，就是从图鉴这个地方去看，有没有？川城绫子哦，这个样子啊，雅典娜呢？啊，这个样子。好，就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角色都有这个语音哦，因为我记得我刚刚点到一个呢，这个它还是讲英文哦。好，那没关系哦，那这是这一次的这个改版的内容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新角色哈、哦，新角色这个提坦尼亚哈、哦，提坦尼亚。好，这个好像没有齁，那我们有一只的。那今天下午在录的时候呢忘记看他的这个魂器哦。我们来点英雄哦齁，因为那个我有刻一个这个星石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魂器吧。好，首先他的大招齁是就是敌人能量满之后呢会睡着，然后呢他也有这个物理免疫的这个效果，然后并且可以让敌人沉默。那我们看他的魂器的这个技能哦。魂器的技能呢是进入一次持续3秒钟的相位状态，那这个的话呢就是相位状态的话就是物理免疫的这个球嘛，对不对？相位状态相位状态在什么地方？相位闪击这个东西吧齁、哦、相位状态有没有免疫物理伤害齁、哦、所以说呢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自保能力会再更强一点。好，然后呢这个200的话睡觉时间会停止到5秒齁，蛮强的。然后300的话是到7秒钟，然后这个400的话进入相位状态触发时间削减为8秒，也就是说更快可以进入这个物理免疫的这个状况、哦、所以这只的话我觉得蛮像这个剑与者的蝴蝶齁、哦、就是有自保能力齁、哦、然后会闪来闪去，然后有物理免疫的这个效果，然后另外呢会让人家睡着，然后也会沉默敌人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只比较偏辅助跟控场的角色。不过他的设定是法师哦，他的伤害应该主要，我觉得主要是用在控场啦，这个样子齁、哦、这个提坦尼亚齁、哦、好，那再来齁、哦、就是下午忘记做的事情哦，就是被那一个怎么讲，被那个炼狱万神殿吓到了。可是呢我现在看到一下哦，魔方迷阵这边有一个为什么这边会有个惊叹号啊，
对啊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哎，这个是观影券哈，因为我刚氪金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限定召唤吧哈。其实下午本来是要抽啦，结果打了一下那个万神殿就忘记了。哎，莉莉丝的造型也变了哈。然后提坦尼亚哈是这一个活动角色嘛。那另外呢，这一次我要选的角色是这个阿拉丁哦，因为那个阿拉丁的话还在这个英雄培养的活动中哦，反正就是有培养嘛，然后顺便多拿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资源哦。反正这么多角色要练呢，也是慢慢练的，就是这个放置游戏嘛，所以我们就是有活动后就是顺便一起培养。好，那这个是优化角色是莉莉丝，可惜我不能自选哦。好，没关系，阿拉丁的话是联盟的角色，这一只哈、哦、阿拉丁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抽吧。我先确认一下，我有几只阿拉丁啊？对，好，就是一只都没有，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需要两个哈，两个身心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抽看吧。哦，至少保底抽出一个莉莉丝啊。哎，不过哈，我的背包这边哈还有碎片哈，我们可以用一下。哦，这个看一下是谁哦。哦，谭君王翦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诗歌宴会初级礼盒？这个好像是结每日任务获得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好，所以说最近呢可能会获得一些有的没有的这种好感度的东西哦。然后就是送女神，然后女神的话她就会增加好感度，那随着好感度的提升，女神也会去增加一些 buff 哦。好，这边哈、哦、看你要提升给谁，那你可以看看说这些女神的效果啊、哦，譬如说这个什么宴会点数啦、命中率啦这样子，那应该是专心挑一个女神吧。有红色金太阳代表说你有她喜欢的东西哦。看看他呢，他是什么？洞察加3%，洞察的话应该是跟控场有关系哦。这个齁、哦、二次拖看一下哦。技能伤害，诶，这个不错啊，好。自动填充齁、哦。哦好像是送到他喜欢的是不是？加510耶，哎呦看一下哦。哦直接升到三级了。但是升到三级，诶哇，我现在才看到50级才有提升哦。我想说我刚刚升到三级加好多，但是天啊，要50级才到友好，然后这边才会启动这个东西哦。所以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呢，属性加成好像变多了齁、哦、你看 ,184,148 跟 75, 那其他的这个女神呢齁、哦、这边只有10点而已齁、哦。好，也就是说这个女神好感度越高呢，你可以获得的这个属性就会越多齁、哦、反正就是再多新增一些东西嘛。哦，总好感度这边提升了可以领东西。哦，正好可以看一下这个杯子是干嘛，突破女神的眷顾等级和阶段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好像现在还用不到吧？啊，那我们就升一下吧。好像只有你喜欢花哦。哦，加了防御力80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一下这个限定召唤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抽啦。哈、哦，开抽，至少也有个7万钻哈，200抽不是问题。我存了112个箱子，看一下哦。4900。好，我应该可以，就是先来个随便200抽啦哈，200抽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抽咯。好，第一抽哦，伊邪玛娜美，怎么不是这个两个指定的角色啊？好，再来30，好，保底的要来咯。保底的啊，奥伯龙，奇怪哦，怎么这个选择的英雄一个都没来？好，再来，该有了吧？哦，新角色哈、哦，终于来了。好，哦，这边也100%了。OK， 好。选谁呢？干将莫邪浮士德，我要练干将莫邪吗？浮士德也不需要啊。干将莫邪，哇，随机好了。啊，酒神哦，酒神。可是酒神的话，好像这一次炼狱的那个万神殿哈，好像有看到有人用酒神，然后把它打那个过关了。酒神的话是降低防御力，是用来打高伤的哈。好啦，那我们再继续抽啦。好，这样子没有，也是没有。好，保底了。哈，海克利斯，这几率是不是有调啊？我记得以前出现这两只选择的这个角色，几率蛮高的啊。我现在我已经出了好多只都不是设定的角色哦。官方这几率是不是有调？ 30, 加百列还是没有我设的这两个都没有我的天哪、啊、我已经抽了130抽这个几率我觉得不大对劲哦齁、哦。好齁、哦、再60抽是不是弗雷亚齁、哦、继续选我的弗雷亚。好，再来再60抽。
十，然后也是要抽到保底哦。哎，阿拉丁终于来了哈，好，再来十、二十，又是戴欧尼修斯九神，好，有提坦尼亚，好，最后十抽，好，是我运气不好吗？奇怪了。好，保底出来了。哦，我们的这个莉莉丝哦，哇，这个长得真的是变很多、哦。好，那我也这个钻石不够哈、哦，我接下来只够这个80抽诶，所以没办法哈、哦，没有办法再那个200抽了。那看一下哈、哦，阿拉丁够升级吗？我刚好抽到两只阿拉丁吗？好像没有诶，我只有抽到一只阿拉丁而已。但是呢，我抽到为什么会抽到两个酒神啊？哦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哦，海克力斯我有抽到一只啦，啊，升阶，啊，海克力斯应该不会用哦，还有谁呢？伊邪那美有抽到一只，哦，伊邪那美可以，哦，伊邪那美可以玩一下，然后再来是谁啊？加百列有抽到一只哈、哦，还有谁呢？伊邪那美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哦。哦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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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只啊，新角色至少抽到两只啦，哦，好，这样子升阶 ，OK， 然后我们再升阶，好，升完了，来领一下这个英雄的这个宝箱哦，哇，想不到我的阿拉丁才只抽到一个而已哈、哦，好 ，OK， 领一下，好 ，Ben 虎爷，好，神格升到等级7可以获得1000钻，好、哦，这个没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齁。哦，有一个自选 SSR。要选吗？要为了他自选阿拉丁吗？有一点点舍不得诶。然后这个自选 U 啊，我也是先留着，先不打算选。好啦，那所以说齁，这一次抽的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抽的运气不是很好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一个提坦尼亚先把这个怎么讲呢，他的那个神格先升到7级吧。拿个1000钻哦。神格，嗯，这可以按着吗？好像也没多快齁，我们用点的好了。好，前面只需要一阶二阶的神石。好，五级，六级，好，七级。好，升完了，我们去这一个活动中心，英雄养成。好，多拿1000钻了。我要为了阿拉丁再多升一只阿拉丁吗？我喂给阿拉丁的话，我可以多拿到这个东西，然后觉醒他的魂器呢，我还可以再拿1000钻。哦，我是觉得划算了哈、哦。反正 SSR 这一个说珍贵呢，也没有到非常珍贵啦。好啦哈、哦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要抽了，我就选择阿拉丁吧。好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阿拉丁就给他选择了，然后把他练到这个觉醒魂器哦，就是225，因为你要红色的话，就算你练到225，你也要红色，你才可以觉醒魂器哦。阿拉丁的话呢，完全没有点哦，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慢慢来吧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先到这个地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现在再见，我们下次再见呗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啦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